感恩。好，感恩，在场的，我们的师兄姐，还有大德，还有线上的菩萨，大家好，好，感恩哈、哦，今天由我来这边补位哈、哦，好，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上人的开示哈、哦，我们感恩我们高老师为我们准备全教度众不退菩萨哈、哦，那我们现在请大家恭听上人的开示，感恩。所有为法因缘果报，菩提大道同深入经藏，圣弘誓大愿立人群中，行持不退处得六道。啊、各位学问啊，咱爱学在时时，爱有信心，好好谨慎用心啊，你时时啊谨慎，大人接问，人所做的想法影响咱一切的行为，所以咱不管是开口动舌、举手动步、起心动念，无不都是爱心思啊，因为世间都是在有为法中，因为咱拢是一个凡夫啊，咱也无法度呢透彻无为法的道理。无为法啦、啊，那是真理咯。但是咱现在就是爱好好修行。从有为法啦，起步才会当呢，步入了无为法，以真理汇合在一起，这呢是咱爱努力。也定安尼讲，未成佛前，咱先爱结好人缘呐。人间呐，甲人人有好缘，咱呢，人逐天都会当过得真欢喜。咱若是甲人结无好缘呐，咱会过得真苦恼哦，烦恼啊，难免会起业作业，所以咱。重视因缘果报，真的爱真重视，所以每一天，信思有为法，所做作的一切，咱爱真谨慎咯吼，因为有因缘果报，那修行的方向，咱就是。菩提大道同，因为呢，真理啊，就是涵盖一切无为法，那就是真理啦。所有呢，所有的道理啊，都是涵盖。那这都是大角度啊，菩提，那就是。这角的大路啊，是讲一条菩提大道同。这个大角的道路是一条啦，所以咱来深入经藏。经藏在多位呢？是咱日常生活中
那起步行迄个时阵，就是经啦。你呢，当起手来所做作的呢，这都是道啦。所以举手动步啦，无不都是呢，都是在经典的内底。人做对做唔对，举步动作，人拢总在因缘果报中哦。所以咱爱用心嘛，咱现在已经拢发心啦，立一时大乘法中，所以叫做成弘誓大愿。啊，弘誓大愿呐，你去倒位啊？立人群中去，学佛，咱就是爱立人群嘛。菩萨呢？道场是在人群中哦，所以啊，咱来行持不退处，第六道法立人群，咱家己爱有感悟啊，众生共穷，家己自我众生，咱家己这个众生啊，咱家己嘛真共穷。要赶紧设法，按怎样来降服咱家己？这个刚强、无明、烦恼，咱来按怎来给降服？这就是咱爱努力、爱修行啊！咱啊降服了咱家己的烦恼、无明，咱才有法度去降服。众生的无明，所以咱必定呢，爱在人群中互相啊，来磨练修行啊，唔通去互众生啊，互烦恼啊，影响着咱这良心。所以，咱爱修炼的呢，是行持不退处。你才会当得六道法吼，六道法知影咯吼。那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是行菩萨道，不可缺少啊！那必定的行持不退处。好，感恩上人的开示哈。那请问在座的现场还有线上的菩萨，今天你心有没有非常的欢喜呢？有哈，相我们感恩哈，我们莲香师姐还有芬兰师姐哦，今天的为我们的说法，我们再次掌声感恩他们。哦哦，真的是哈，你看莲香的名字多好啊，回甘又会香。我们希望说大家听闻法之后就是会回甘啊，然后心中会绽放出来哦，那就是六种震动，刚才我们师姨讲的六种震动。那我们看到有没有前面这个花哦，今天我们的丽祥师姐哦帮我们布置这样的花哦，她说这是四圣地八正道，然后这边的薄哦松外面就代表是丛林，所以我们处在这个丛林的道场中，我们在修行中，我们要恒持我们的四圣道八正，四圣地八正道哦，这样的修行。那我们刚才那个我们听了上人开示哈，我们这个是在譬喻品哦，那个我们的高老师显得跟今天两个人的主题非常的相契，对不对？哦，那个感恩我们的芬兰师姐也从。那个彰化上来哈，然后跟我们做分享，那个芬芳的兰花，对不对？哦，那在我们这边绽放哈，相信我们那个莲香师姐有讲到，就是说我们那个六种震动不是会有天女散花吗？啊，我们那个花代表是什么？柔软花跟如意花。那我们是不是说闻法之后，我们心有更柔软一点？哦，莫光安呢，起心动念啊，这个都安呢。讲话盖大声，
声音很高亢，那就那个如意花，那个柔软花就不见了哈。那我们希望说能像原香这样哈，会回甘，会有花香得香哦啊，然后像芬兰师姐一样，她声声的呼唤啊，但是你不知道心有没有被呼唤出来呢？有没有说我愿意？哦，希望是大家是这样子哦，因为，请问在座的有参加我们的入经上的，请给他手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为他们掌声，感恩，感恩。啊，阿伯吼，咱阿都，我们北区的话是1516一场，总共有八场，1516都还有部分还不圆满。啊，希望说在座的各位去把那个，吼、哦，爱去。卡位在那边齁，自我要求齁，那希望说你看一下黄金奶奶啊 ,82 岁她还是白的呢，她还是跪，可以跪坐坐跪齁，这样子齁，自我要求啦齁。那今天的我们看一下，要慎思有为法，因缘果报齁，这是上人的所札齁，菩提大道同齁，深入经藏，成宏愿，成宏誓愿，成宏四大愿哦，入轮勤哦，恒持不退处得六度法。这就是说，希望说我们在具足哦三明六通哦，做好一个一个不退菩萨的哦一个方法哦，上人给我们非常的明确哦，就要慎思啊，要入轮勤啊。那我们那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齁，笃行是中庸里面所讲的。那我们有为法，我们要慎思啊。我们入行处众碰到一些的事项，就是所看到有形有色都是有为的，有为法齁、哦、那待人接物都在有为法之中。那我们要知道他因缘果报，像芬兰师姐，她就是广结善缘啊，所以她在把整个社区齁、哦、几乎都菩萨大招生，而且在整个一人就说法齁，然后说实际齁，做实际齁，所以这个就是公家广结善缘啦齁，这样就是有种下好因，毕竟随上好的果实啦齁，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修行，这也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因为我们要在有为法中去修行，然后进入到无为法的内心的深处齁。那这个就是说修行菩萨齁，我们的高老师帮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次第齁、哦、要内修为起点，就是以上人这个这样的的所札，要慎思有为法，因缘果报，然后进到齁、哦、进阶的课题，就是说菩提大道同，深入经藏齁、哦、所以刚才芬兰师也叫我们说我们要入经藏啊，这就是我们要把握上因缘齁、哦、这是真的是千载难逢啦齁、哦、我们假如说那个错失了这个良机的话，你看璀璨是十二年前，我们还有几个十二年呢？人生哦，刚才那个芬兰师姐有讲到她的 PPT 哈，她希望说她一直要跟人家讲，她的第六章有讲到说一粒有根永为道种，哦，天下平安，那真的是非常重要哦。那个我们就是处处逢人就说慈济啊，哦，因为什么要说慈济？因为我们是没有分别心。我们的心是非常的开阔，哦，心非常的开阔，你在说持戒行，你就没有挂碍，因为你讲的都是善法，就是做的是善事嘛，哦，啊，你个人做好代志，哦，他假如说一年还不计数，没关系，我们等下一次的一年，哦，一而再，再而三嘛，哦，因为众生是刚强，难挑难度，有些人是对宗教他是有成见，哦，啊，但这种有成见，我们要用智慧去深入。哦，其他跟他做应对哈、哦。那再来的话，我们真的生命有限啊，生之苦，生死轮回哦，在第十五章有讲到，生死轮回啊，浮沉哈、哦，红尘一梦，老病缠身啊，困苦一生啊，繁花易落，莫空过哦。娑婆世界是多磨啦哦，然后不愿再蹉跎。我们不要这个时间真的非常宝贵哦，生命非常宝贵，时间非常的短暂，但是我们能把握这一生啊，就是上人讲的哦，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我们有这样的父母给我们这样的健全的身心哦，然后上人又给我们这样的法髓，我们应该把握这样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哈、哦。
哦，而且我们也要真的真的要像芬兰师姐讲的，要广方设法哦，那不断的广传哦，那不断的广传是方法非常多哦，像就是像我们早期五毛钱，那现在的爱心竹筒哦，爱心竹筒就是很容易能深入到长街陋巷里面哦，人家看到这爱心哇，这一点开哇，爱心爱心竹筒那么多。那代表说我们的善的力量就越多哦。那我们希望说，这就是菩萨大道同深入经藏。你这，然后我们要发弘誓愿哦，入群中哦，外行啦、啊。我们要你要走入人群中才能去修行，行于人群中才有法度弘佛啊。哦，啊，第一次也买佛嘛哦，因为爱之深则之切嘛哦。有时候，父母对子女哦那个爱很深，但是那个责备又加深哦。子女受不了，所以这个就是要用佛法去对峙，要用普天下、哦、要用智慧去对峙自己的子女，要用普天下、哦、的妈妈的爱心去对照所有的众生、啊哦、这样才能不退、哦啊、而且时时在把 六度波罗蜜要用出来、哦、那芬兰师姐也讲到就是非常棒的，在第十九页、哦、用生命影响生命，咱的生命是父母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发挥我们生命的良能去爱我们周遭的人、哦、这就是说人人都是一道光、啊、就是我们的微光，像说微光能把它累积这样的善念就会更大、哦啊、用生命去改变生命、哦、我们是要相信自己，我们有如来的自信在我们的深处里面，我们如果就像人讲到说人人心中有一尊佛，这尊佛是要用菩萨、哦、来引他出来、哦、这个就是说咱就是一尊佛自性三宝，但自性佛自性身自性法，我们有没有把它启发出来、哦啊、我们用生命去感动生命，因为生命是可以感动，因为你的身形、哦、我们有看到、哦、那个芬兰师姐她这样的恳切，她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感动很多人，在座的你有感动吗？有哦，我们再为芬兰师姐感恩一下、哦、因为他走过的是他的大藏经，但是我们的大藏经要自己写，来生的记本就是今生您所写的、哦、你要来生要做要往哪一道啊，或是来生要做什么，你今这时候你都在写你的记本，但若写不好来生就会出来的哩哩啦啦啦，哦六六，你不要怪别人哦，说我生在不好的家，然后又没有得到好的教育啊，然后这个环境就又这么差哦，三餐不济哦，那这就是因为你这一生没有布施嘛，没有布施，没有懂得布施，虽然是五毛钱为小小的力量，但是它是可以救人，可以成就一件大事业哦。那用生命来成就生命，我们希望共享我们生命的美好。我、哦、希望说今天哈、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去行道，这个行道就是比较困难，就是要哈恒持不退处得六度法、哦、希望说大家在这个哈、哦、时时口说好话，身行好事，心想好意、哦、然后用心好好说话，尤其咱讲话哈，别人一句话，你能讲到对方要。讲对方听得进去，不是讲到对方心会起那种，那个就是反其道而行啦。我们希望说爱对方好，我们希望说讲到他能听得进去的话，你要所以每一句话哈，这用心讲话。我觉得刚才芬兰今天讲到说用心好好说话，这个假如说我们能用心好好说要说话的话，天下就平安了啦。没讲安呢。互相吼、哦、讲一句话，让大方就是气压噗噗跳，啊，这样的话就不好、哦。我们希望说，吼、哦、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吼、哦、啊，但是简单的事情是最不简单，这是要用智慧，吼、哦。那希望说，我们都能希望在彼此之间互相吼、哦，哎，关爱，互相哦道互互道心。我们希望说，借力使力，然后不费力，然后让世界更和平。感恩。那接下来请我们的文龙师兄来之后。来做分享，感恩。诸位菩萨，大家早安。非常欢喜哈、哦，今天哈、哦、
看到我们慈济的两位齁，这是人品典范啦齁，对。刚刚不是讲的菩提大道同吗？深入经藏。我们这两位讲师齁，这个我们的延香师姐齁，她说法是娓娓道来，轻轻柔柔的，对不对齁？不过讲的齁，其实都是上人齁跟我们慈济的妙法齁。那我们芬兰师姐齁是唱作俱佳啦齁，对齁。啊，这也是深扣每一个人的心弦啦齁。不过他们相同一点，都是深入经藏。我记得阿妙师姐，就是我们人文推广的那个推动者阿妙师姐哈，她就跟上人请益啊，因为一开始要人文推广的时候哈，这个创业维艰嘛，她就请问上人啊，上人说哈，其实你可以去找延香师姐啊，哦，上人是对延香师姐是非常非常的肯定哈，那芬兰师姐哈，这我等是去年哈。人文推广我们有办的一个春游啦，那我们就到阳明山去，那看到昆兰师姐真的是齁，逢人说实际齁，然后就拿着竹筒齁，那到处募款齁，那成果都非常的斐然啦，对齁，连我们都感动了齁，都赶快投钱进去了齁，是齁，所以我在想说他今天提到了说齁，其实竹筒齁是我们的法器啦，诶，这个就是欸，真的是点醒了我欸，我们知道我们实际创立的时候是30个妇女齁，就是这个竹筒岁月开始的吧齁。可是欸，这个法器齁应用在这个时候我想是最恰当不过的齁。我们怎么样齁，昨天我们现在我们是要那个无量义法随诵吗？那我们不是有一本书，对，这本书720页，这本书请购人请举手好不好？OK 齁，那大概有超过一半人的请购齁，还没有请的人齁，我请你们齁务必要去请这本书啦。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协力组队开始在办这个读书会齁，因为我们北区是10月20、21、22吧齁，等于是我们要入经藏齁，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在研读这本书齁，一读才知道说齁，里面这本书齁实在是内容齁非常的浅显易懂，而且齁里面有非常齁等于是我们慈济的历史，还有一些我们历史的照片，所以一看齁，你对照起来就对我们慈济齁这50几年来是怎么走过来的，心中就更加的了然明白啦，我们就会甘愿做欢喜受啦齁。那我相信说我们北那个中区跟南区虽然都已经办过经藏都已经入经藏过了，可是因为这本书出来比较晚一点啦，我也希望说在线上有听到的齁，我们这个齁全球的慈济人齁啊，这本书我是觉得大家都真的可以来深入啊，我想我们对慈济啊会更加的，因为更加的了解，你的向心力就会更强了啊。那这是，然后我们昨天有看了一个上人的人间菩提，不可思议了哈。他那个是8月17号的，叫真空妙有哈法流传呐。那谈的就是说，上人提到说，看到现在哈，这个天灾偏多了哈。那你看齁，这个夏威夷的大火齁就死了100多人嘛齁，好，全世界各界齁，森林野火也好齁，这个洪涝也好，台风也好，灾难不断啦齁。那上人齁其实也在忧心啦齁，说我们台湾的这样能够长治久安齁，实际上是真有福气啦齁。那你看我们台湾这个名字起得很好齁，叫做台湾啦齁，台风碰到台湾就会弯掉了齁，是。不过这个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我们台湾哦，是我们的真的是福气哈，它平常都有累积的一些福德啦。可是这个福就像存在银行的钱一样哦，如果你不经常存的话哈，这个钱也是会领光的啦哈。所以上人说哈，怎么样能够说哈能够天下平安哦，就是大家哈，我们要人人哈都要逢人就要说慈济哦，每天哦你都要对10个人去说慈济哈，就跟延香跟昆兰师姐好好学习啦哈。那这样的话齁，自然而然齁，这是善恶拔河嘛，善的人齁越多的话，我们的力量就齁会越丰厚齁，自然而然齁真的就会齁天地就会祥和。所以齁，我是希望大家齁，我们大家都能够齁携手齁同行这个菩萨道，好不好？好，那最后齁要感恩齁这个芬兰师姐齁，今天有接同两位齁，也是我们苗栗来的家人齁，还有我们三重的陈真雄师兄带着他的好友一起过来，我们是给他最热烈掌声，感恩他们。好，也感恩你们带来的好吃的麻吉，没有吃到的待会到外面可以继续再享用。好，感恩大家。